没有看到那个场景，你真的无法去体会说真的那种灾难之后那种人民的恐慌。对，那时候记得是冬天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是做汉堡。我看到救难人员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就很冷静的像这样天气，你就来这边煮牛肉汤。对，就希望说哎，我们可以当他们的后盾，他们救人第一，他们在休息时间有可以一个热食可以吃，我觉得对，我们能做到就是这样。说真的，原本预计没有那么多，然后现在就一直在这一家。我原本想说哎，可能300份应该够，后来朋友就说你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爱心送达，他们就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能力就是吃不消，就吃不消，我当也他们也是会帮我，就是我说后来这昨天我就叫他们说不要再叫我错了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对啊也差不多忙完了，对啊，就我觉得做够了就好了。哎，没有看到那个场景，你真的无法去体会说真的那种灾难之后那种人民的恐慌。对，那时候记得是冬天来的时候，我们还不是做汉堡。我看到救难人员就是在新闻上看到他们就很冷静的像这样天气，你就来这边煮牛肉汤。对，就希望说哎，我们可以当他们的后盾，他们救人第一，他们在休息时间有可以一个热食可以吃，我觉得对，我们能做到就是这样。老板，那今天预计有，应该说这几天有预计要准备多少的量？我们这几天我从天空带了5个那个汉堡过来，对，那当然是陆陆续续啊。我们昨天就有到那个殡仪馆那边，然后我觉得蛮多人都忘记说，其实后勤人员也蛮辛苦的。对啊，像我们昨天去做给那个大体修复师啊，他们那些殡仪馆的人员，他们有就是免费的帮往生者做修复，那我们就在外面就是办等候他们，然后做给遇难者家属的。那再来，对啊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？比如说这几天还要去哪里发放汉堡之类的？我昨天也有收到讯息说，就是收到一个母亲啊，她也是很关心她的儿子，她其实看到我们要来花莲看鸡肉辣的好，然后她说儿子在这边不辣，那当放辣的先。她说多年前以前有吃过我们的汉堡，她就是说就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慰劳一下警务人员这样子。对啊，我听到我就马上跟她儿子联络，对，可能明天就会过去了。对，老板想问一下，因为你看我们特别一趟从那个。是从屏东过来吗？还是从哪边过来？交通当时交通上就是也不是那么方便。其实说真的，我第一时间就是联络我花莲的朋友毛哥，我就问他说，他们你们花莲的状况怎么样？其实他说就其实蛮严重的，他说叫我不要那么冲动，马上冲过来，因为他怕中间有落石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交通现在当下是如何。对啊，所以后来那一天两天的时间，我们都保持联络。就是我就跟他说，如果真的有需要，我随时在待命。其实那时候我在彰化，因为我们是环岛的嘛。那时候到彰化了，然后我连夜开车这样过来，花了将近30分钟才来这边。对啊，老板想问一下，那你自己有没有预估说这几天来到花莲啊，帮忙送餐这样子，成本你自己有没有抓多少？其实我说真的，我朋友听到我要来花莲啊，蛮多人就是很慷慨解囊，就是希望是说他们也想尽一份力。说真的，原本预计没有那么多，然后现在就一直在这一家。我原本想说，可能300份应该够。后来朋友就说你一定要就是把我们的爱心送达，他们就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能力就是经济有就吃不消，都当也他们也是会帮我，就是。我说后来这昨天我就叫他们说不要再叫我做了，因为我这边已经对啊也差不多忙完了，对啊，就我觉得做够了就好了。